我下午彩排的时候很紧张，但越彩越到后面比较稍微稳定下来。可是刚刚又再试了一遍，哇，有点紧张哎，真的蛮慌的。不怕不怕，因为我们刚刚在行前是做了很多的说明会，然后嘞，我们也私底下也有简讯互相打气，所以没问题。我相信，可以。名师出高徒是这样讲吗？有。就是、你是想要问谁？你说。叫我放轻松啊，然后就是因为在平常生活中也是一直在不断的练习嘛，那就是其实已经背好了，那就是不要紧张，然后稳住自己这样。当然很感动啊，因为60年的历史里面，我就参与了14年。来啦，1、2、3，叫，你看多有默契，完全都没有 Q。谢谢，加油，谢谢大家辛苦了，加油。Bye.